大家好，我叫刘敬辉，来自河北邢台。我用我的知识和经验为企业家服务，点亮我的另一个明灯。谢谢大家。敬辉刚才有一个手势，为什么站在台上向后面去招招手呢？因为咱那边有一些那个我的导演，还有咱们那个摄制组。我意思说感谢他们辛勤的付出。我以为你是想向过往的话告别呢，但是这个寓意特别好。谢谢库瓦勒特老师。对，这代表，别走啊，我一会儿还回来。原来如此。39了。对对对。你要面试的岗位是？产品运营和市场执行来的。你以前开了一家茶店。对对对。效益怎么样？刨去工资，这个效益还可以。那为什么不干了？因为，家属他是在南方，需要我过去。那怎么又要走了呢？北方这边有一些这个，这个调整嘛，所以说我又回来了。那你今天面试工作是要去妻子的那个城市吗？石家庄或者是外地有些，工作，有可能的话也会考虑。最好在石家庄。对对对。你可够紧张的呀，哥们儿。你咋这么紧张啊？你做坏事了？放轻松。你放松点吧，因为你面试的不是销售岗位嘛，你这样就是都说不出话，我们都着急啊。毕竟是39岁了，做销售的人，好不好？别表现得太紧张。我问一下，你在家里，你跟你的妻子谁说了算？我们商量着来。真的？我怎么感觉是你老婆说了算呢？但是都说啊，这东西到底是谁做主，谁做辅？我感觉。我一般的话，大事我来说，好吗？管孩子事吗？管孩子教育谁说了算？我。你？为什么说的你们家是虎妈猫爸呢？不是，他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外向一点，是这。但是我可能说，你说一般的话，家里边定一些事，一般的话可能说大事，基本上还是。你管啥大事吗？你说你管啥大事？没有。钱你管吗？赚钱。钱你管不管？钱他管，钱他管。钱他管啊，对。赚钱你管啊，对对对。花钱谁管？花钱他管。那你管啥呢？你只管挣钱。我就挣钱嘛，所以你知道他谨小慎微是从何而来的吧？对不对？好可爱。行。他的典型的是我管大事，但是家里没大事。那我就再问你一点啊，大事也有。我再问你一点，你确定你这次工作会找离开你妻子之外的城市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你确定不要申报一下吗？不用，真的不用啊。对，因为我之前那份工作，我有将近10年时间啊，我都是那个全国各地，我基本上跑了27个省、自治区，跑了将近220多个。地级区还有1000多个县，基本上我对咱们中国的相当于除了西北那儿我没去过，其他地方我都去过。你不想你老婆跑那么远？那为了工作嘛，我们只要是目标一致就可以。你接不接受基层岗位？可以。你要求薪资多少？石家庄我写的是7000。你咋在发抖呢？你在没有。我建议把你的薪水稍微在第一轮的时候再压下来一点，而且把你的这个地域的话可以扩大一些，这样的你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。我建议你的薪水调到5000块钱。他不敢离开他老婆。可以。调多少？5000。他倒是孺子可教。对，特别好，我觉得他不像其他的选手那样，我必须要咬着。这种好脾气都是妻子培养出来的。好重要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口流。还有3盏灯。